不知道大家平常都是怎么样来保养自己的身体的？你是否有自己常吃的保健食品，又或是有什么样的饮食习惯呢？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推荐一款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保养品，就是噠啦正官庄的六年制高丽人参。高丽参又称之为红参，那它的属性比较温和，非常适合一般开始刚接触参类产品的民众来做使用。我们就这样比喻好了，一般的人参比较像是猛男，然后高丽参呢它本身比较像是暖男。那暖男嘛，就是会比较像是能够日常陪伴在你身边照顾你然后保护你。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选用正官庄家的高丽参呢？其实这跟韩国得天独厚的气候还有土壤环境有关系。另外呢，由于说正官庄家里坚持一定要在六年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人参营养最高峰最巅峰的时候来做采收，因此可以完整的保留了人参的精华。高丽参具有六大益处，具体是哪六大呢？首先第一个，它可以增强保护力；第二个，它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；第三个，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；第四个，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力的效果；第五个呢，它可以协助我们来调节我们的身体机能；第六个，最后一个也是我自己最爱最爱的一个效果，就是它具有养颜美容的功效。正官庄的 Everytime 系列提供了三种不同的产品供您选择。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 Everytime 系列的经典方盒装，相信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这个包装吧，满足你一天生活所需，百年工艺，滴滴珍贵，真的真的非常推荐用这个来做自己日常的保养。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这款是 Everytime Me， 那台湾限定，除了六年制高丽参之外，又添加了蜂蜜，口感非常的甘润顺口。那想要第一次尝试高丽参的人，建议你可以使用这款哦。最后一款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款，就是正官庄的 Everytime Plus 系列，荣获了台湾的食品认证，具有调节免疫力的功能，即刺激即刻补充。那以上这三款呢，就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保养品，推荐给大家哦。想要有纯正的人参保养，正官庄高丽参是你值得信任的好伙伴哦。